该是平的吧。差不多。斜了一点点，无所谓的。哎。你不说那里。到时候来，因为这个来纠。标准，然后测相关的位置就行了。对，你就这样拍个照。有的原有的次数给它清零，清零了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拉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拉300牛，一样的，我再试个，比如说30秒吧，啊，都是直接点这个测试。看曲线吗？对，可以看这个曲线。对，然后可以在这个曲线里面呢，去看一下它这个曲线，它就在一直走。就用这个，其实两种随便怎么用都行，要是有给它配的话，跟他讲一下都。这边还得收一下，哎，收不着吧？可以。哎，勉强。它那个椅子不用扶着吗？要固定吗？它这个，给它缩小一点嘛，缩矮一点就好了。原有的次数呢，给它清零。比如说我们设300牛，然后比方说设三百牛，然后你都是点启动。已经在测了。对，不会拉坏。这是曲线，好，结束了。